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洛杉矶地区尔湾市的精选的小独栋房源。大家好，我是洛杉矶房产经纪人 Chris 刘。这是呢一栋两层的小独栋别墅，有前院有侧院，而且呢这个房子是边户，两边的采光都很好。从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3亿美金的高中，离小区的泳池和会所也都可以步行。这个视频呢是样板间穿插着刚才那栋边户的现房这样来拍摄的。首先呢咱们一进门可以看到宽大的客厅，而且呢在厨房的位置有一面大窗户是可以看到外面的。而且这个房子呢是送了刚才咱们看到的那种超大型的冰箱，都是含在房子里面的。整个房子的面积呢接近2400尺，3房2.5个卫生间。咱们现在看到的是客厅旁的一个侧院，这里呢就是这栋现房。这栋房子呢整个地板已经全部都升级了，也是含在里面的。咱们随着镜头呢转向这个房子的侧院，咱们可以看到这个侧院呢是因为是在边户，所以采光也是很好的，这一排大的推拉门，然后阳光可以直射进来。厨房里呢也都采用了顶级的电器，像这种饭菜的保温功能都是含在里面的。这里呢是煎牛排的位置，或者是铁板烧的位置，整个都考虑进去了。而且呢咱们看这个牌子 Monogram， 这个是美国的顶级厨房电器品牌。现在呢咱们上到二楼，可以看到二楼有额外的一个客厅，这样家里来了客人之后呢可以互不打扰。现在咱们进入到了这个房子二楼的主卧室。还有两个次卧呢是在主卧的对面。这栋房子呢是111.9万。这种地块非常的难得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